吃到一口。泡菜国的体育精神真是深入国民内心。无限挑战队伍邀请库里兄弟进行5-2的篮球比赛，这对 NBA 巨星的库里来说还是应付得来的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五挑队伍换上了超大篮筐，库里已经无语住了。给他们机会，他们却不中用，比分最终还是库里兄弟领先。单进了，好，三分。喂，记得黑板腿过啊，真的要哈哈一下。然而五挑队的离谱花招还没结束，他们接着换上强力援手。这都忘不了，让库里差点扳不回比分。神经啊，差一头血的，咔咔咔咔咔。库里最终再一次找到了突破口，频频进球。最离谱的还在后面，五挑换上最终招数，库里都直接看呆了。最终库里兄弟在艰难的比赛中与五挑队打成平手。靠罚球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库里表示再也不会来韩国了。